什么是关键画格？关键画格在威力导演中是一项很重要且功能强大的操作概念。一般在剪辑影片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某些片段中加上适合的一些特效内容，而关键画格则是在各项特效内容中用来调整特效变化的细部设定方法。因此，想要学会如何在威力导演中加上各类的特效功能，并且强度套用合宜，就必须要了解怎么样来设定关键画格。通常呢，在威力导演中会使用到关键画格会有两种状况。那首先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常见的一个关键画格的预设的状态。回到威力导演中后，首先呢，最常见的关键画格的第一种就是右上角的关键画格功能。那这里头呢，我们以这一段影片来做预设，例如说我要设定它的不透明度。好，一开始在播放的时候希望它是黑色的，所以我们可以在此不需要用到色板的功能。然后呢，进来大概数秒后，它会变成画面可以显示出来。所以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好，上方不透明度的地方，您可以按一下一颗叫关键画格。好，多了一颗之后呢，您可以先暂时性的播放。大概到这个位置呢，我是希望它的影片内容是出现的。好，我们再按一下增加关键画格的工具。头跟尾各有关键画格之后，关键画格才能够设定不透明度的数值。所以呢，在第二个关键画格处，不透明度为100，表示说它是内容完全呈现的。如果呢，我们把它拉回去第一颗的位置，把不透明度设为0，好，则它就会先整个是黑色的，所以当我们在播放的时候，它就会先从黑色慢慢淡入到完全呈现。所以在下方这个位置呢，您也可以看得到线段的变化，它呢这个线段也就是关键画格中不透明度的一个变化。那这是第一种方式，你只要点选任何的照片、任何的影片，通通都可以设定关键画格的一个操作。那主要是预设在于不透明度、音量、特效跟修补跟加强中来使用。所增加的关键画格呢，如果您不需要的话也可以移除。例如说我们回到这一段影片中，在不透明度的地方的第二个节点处，这个关键画格我不要了，我们点选它后，同样的再按下同一颗新增的功能。如果你的滑鼠游标是在空白处，则是新增，如果点选了某一个关键画格，点它后则是移除。关键画格设定的第二种方法呢，为进阶设定选单。那到底会在什么时候遇到它呢？大部分会出现在于像是动作设计师，好，就是 Magical Motion 的部分，子母画面设计师，设定子母画面如何来做移动用的，以及视讯裁切，这三种呢，都会遇到这一种的关键画格的设定。例如说呢，我们点选这一张图片，然后设定 Magical Motion 的工具。进来后呢，我们使用动作设计师来做修改哦。所以我们点选任何一张后，好，先选一个样式，然后选择 Motion 设计师。对于这张照片我要怎么调整呢？我希望一开始的时候看到全景，然后镜头拉到山的部分，再拉到下方船的地方，再拉全景。好，所以这样的做法呢，我们必须透过的是下方这一条，好，下方这一条时间轴来做变化。首先在第一个节点处，就是第一个关键画格的位置，您的对应的中心点就是蓝色的这一个菱形图示，它是中心点，可以移动。好，那我们对到全景，所以您可以拉一下，好，拉开一下到全景位置，大概调整一下下，尽量不要让黑边的部分出现。好，左侧可以做预览，调整好全景后，来，我们到下一个节点处。到下一个节点的地方呢，我希望的是增加一个关键画格。这个节点的位置呢，我们要让它移动到山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关键画格处，同样对应到一个新的蓝色的菱形。好，它可以拖移它的中心点到山，外框则是显示的范围。好，在下一个节点处，我们要拖曳到船的地方，所以你要再增加一个关键画格。好，把它拉到船的位置，同理再缩小您的范围。好，最后回来再拉全景。
好，整个设定完成之后，我们只要利用播放。好，你会发现它先拉到山，再拉往下一道船，再拉开变全景。所以这一个呢，就是在另外第二种状况之下会用得到的关键画格设定。